天の霹靂によって40年前にタイムスリップした売れないマジシャン。ほう、マジシャンか。お前たち二人でコンビ組めっつってんだ。ひょんなことから若き父とコンビに。ワン、ツー、スリー、はい。何が出ると思う？なんだろう。鳩だと普通だもんね。ほら、先の音が見えるんですよ。それびっくりすんだろ、いきなり子供できたとか言われてよ。そして自分を捨てた母と出会う。俺があの人から生まれる。ガキ産んだら死ぬかもしんねえって。話違うじゃねえか。ろくでもねえ親父がいて、俺を置き去りにして母親がいて、そのせいで俺の人生惨めなんだよ。そうだろう。もう一度空ぬくもりにその優しさに包まれていき。子供にとってどんな母親なのかなって。晴天の霹靂。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由金牌制作人川村元气打造的青天霹雳，在日本缔造了九成观众爆棚的催泪好评，本周末登台上映。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影评人膝关节为我们分享。膝关节好。凯英好。大家好。青天霹雳的制作团队非常的坚强哦，可不可以请膝关节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片的一个制作人是川村元气，他之前就是有制作过《二人告白》，还有那个《电车男》。电车男。对，所以他在日本做过其实蛮多很出色的作品了。那大泉洋更不用说，他其实真的是一个蛮演技派的。之前凯英跟我聊到说，他演过别的片的时候，比如说《清虚灰》里面的秀吉那个角色的时候，会让人想不出来，因为那个。扮相的差别真的会让你完全想不到。所以我在看这个片的时候，我因为之前就是片商有跟我说，他号称他是北海道的木村拓哉，所以我一直看着他想说，这个人怎么敢自己说他是北海道的木村拓哉。好啦，先撇开他的外形不谈哦，他其实外形是长得有一点点像混血的，但是他的演技其实是真的蛮有说服力的，我完全有被他饰演这个角色所说服。那另外一个在片中，其实因为大家已经有看预告片，其实大家看预告片的时候就猜得出来，他片中的妈妈可能就是柴崎幸所主演的。那柴崎幸在日本算是双栖哦，应该算三栖的哦，影视歌都有一些很不错的成绩，所以这个片的一个演员的阵容其实算是蛮强大，像这个制作人其实也算是大家算耳熟能详啊，做过这么多好的作品，所以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个期待度就蛮高的。这部片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就是日本谐星艺人剧团艺人。对，我故意不讲他，因为我发现讲他你一直很想笑。就是 Gekidan Hidori， 大家知道他的人就知道说他真的很好笑，但没想到他写了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本子。剧团艺人他，因为大家知道他其实在电视综艺圈算活了十多年了、他的一些综艺节目上面的搞笑，可能我觉得日本就是在电影上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就比如说在电视综艺节目很搞笑的人，他可以来演很感性的电影作品，比如说之前还有北野武好了，北野武也是在一些综艺节目上要搞笑啊，对，可是他拍电影的时候，他的严肃或是他电影里面呈现出来的温柔，或是爱情里面的那种浪漫。这个东西是跟在综艺节目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我觉得日本这几个艺人他就是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就是你也难想象，比如说台湾，比如说吴宗宪好，突然拍一个爱情片，或是他自编自导一个黑帮片，就你就完全想不出来这种组合。可是，在日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蛮常发生的，而且这个剧本是因为就是剧团艺人所自己所写的，而且他自己也饰演片中其实很重要的角色嘛，对，所以我觉得天哪，这么会搞笑，而且其实这剧本还蛮感动的，老实说，而且剧团艺人长得还蛮帅的啊，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把他用那种很传统搞笑节目那种艺人都是一定是长得比较好笑的感觉，我觉得他本来还长得蛮帅，你还跟我争辩那么久。对啊，其实剧团艺人在里面就是自编自导又自演，当初也是因为制作人看到他的写的这个同名小说，就决定要跟他合作改编成电影。就是膝关节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青天霹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青天霹雳大家因为我们是熟悉华文的这个中国成语，所以其实它这个片名它就是确实是用中国成语套过来的，它就讲一个完全
意料之外的事情会发生。嗯、那大家有看预告之后，其实就是因为晴天霹雳一个雷打下来之后，不小心的这个男主角就大全仰、嗯，竟然穿越时空，回到四十几年前。回到四十几年前，他去做什么？他去看那个时代，然后他原本在这个时代，就是二十一世纪这个现代，他是一个以现在大家习惯的说法叫卤蛇，他就是一个 loser。嗯，这个地方他做什么都做不好啊，而且他甚至还被自己的后辈所看不起。对，所以当他穿越了四十年，回到以前的那个时候呢，他赫然发现，哎、欸，我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可是我在这个年代呢，我在那个年代所会的一些技艺，可以在这个年代拿出来现的时候，好像还蛮屌的。所以他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地方，他做不到魔术师这个梦幻中的职业，可是他到四十几年前之后，他发现，哎、欸，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哦，而且大家觉得我很厉害哦，所以他就等于穿越时空去弥补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做到的，而且还可以弥补什么呢？他弥补的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亲情上的缺憾、嗯、所以他去在片中就遇到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去修补这么多年来失散的一个亲情的元素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主要感人是在这个地方他可以跟他的父母去完成一个他在整个成长过程完全缺乏的亲情嗯这部片子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大全仰这是他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他要饰演一个魔术师嘛、嗯那他必须要在四个月的集训之内要学会二十多种的魔术的绝技对那一开始大家就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学好这些技巧然后让他就是反而可以演好这里面这种忧郁男的角色就是膝关节觉得这次几位演员的演技怎么样呢我觉得第一个当然男主角大全仰演的真的是很出色的因为毕竟过去大家看他可能觉得搞笑的东西也蛮多的那更别说我们刚才提到剧团艺人的对他们都真的能够把平常的那种搞笑的风格先收起 来而且当他们认真起来要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是会被他所感染的、嗯、而且片中应该是剧团艺人自己本身写的小说有很多剧台词是写的真的蛮不错的对所以才会被这个制作人所看上嘛然后还会甚至请他演、嗯、那大全仰他在片中为了去诠释一个他这成长的过程他都没有跟他的母亲讲过什么话他的父亲他也瞧不起因为他父亲做的职业实在太卑微了所以他其实整个过程里面他都对他的父母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嗯、所以他演技上的说服力是说服了我说当他看到柴西信当他看到剧团艺人的时候你会相信他看他们两个的眼神就很像是在看自己失散多年的父母亲那个眼神我觉得这个部分他的诠释是很精准而且蛮辛苦的因为毕竟他们搞不好辈分没有差很多可是却要去演这样子的一个对于亲情上的渴望那一份想象是在大全仰的眼神里面看得到的特别是你看过大全仰演过别的好笑的戏的时候你完全无法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片最让我佩服的地方这部片虽然是一个喜剧的基底但是它其实很多地方都让你笑中带泪有很感人的地方所以膝关节可不可以帮我们讲特别推荐的地方我觉得最因为它其实很刻意不想要让它其实 我认为它不想要弄哭观众可是因为其实观众都知道它在片中就是因为穿越时空来可是在那个故事里面的这两个角色就是柴西信跟剧团艺人他们两个都不晓得他们看到的就是未来的儿子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的一些戏的连结、喔、就比如说大全仰去医院看着柴西信因为他快要生出来了他在那一段跟他讲说哦因为我看得到未来所以我就可以跟你说你这个小孩以后长大会怎样怎样我觉得那一段就是柴西信的那个哭啊应该是真的哭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是蛮感人然后他跟父亲之间，因为你知道，男性跟男性之间哦，不喜欢把男性跟男性没有所谓的真情告白这个东西，没有的，所以真情告白只有留在他跟他母亲之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做儿子的，其实都很少跟自己的妈妈说内心话，其实是很难的，因为男生就是天生就是喜欢不讲装酷，不会讲真心话，就是不喜欢只会跟你嘻嘻哈哈而已，然后讲话都是言不及义，这就是男性之间的。情感的流动，就比如说他跟他父片中，他跟剧团艺人，因为他们是父子嘛，父子之间怎么去讲一些感性的话，其实很难，所以他们只能靠一些眼神跟
前面在变魔术哦，有那么多的扭打啦、争执啊，可是你看得出来那个背后其实有一个爱，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又能够做出男性之间那个情感的交流，嗯，所以我认为他有兼顾到怎么跟父亲互动，怎么跟母亲互动，然后不着痕迹都不能被他两个发现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亲情的那个戏啊，我个人是觉得蛮不错，所以我觉得有些观众如果你是对亲情戏嘛本来就无法招架的话，那你看这个片大概会崩溃的。嗯，会在电影院里面哭得很惨。对对，会。Mr. Children 这首歌其实是在很后面才出现，就是歌词，他对于亲情的想象啊，对于他这些人生无法做到的理想的那些渴望，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都算做得蛮不错。